姐。啊，我爸妈给你送过来了。妈，小心。以后妈就住你家了，爸住我家，咱们姐妹俩啊，一人养一个啊。行，只要爸妈愿意，咱俩怎么着都行。哎，小妹，这都中午了，回家吃顿饭再走吧。哎，饭就不吃了，我俩呀还要去看电影呢，先走了。行了，妈，别看了，这都走远了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妈，进来。小心点啊。哟，妈，您怎么来了？老公，我在楼下碰到我小妹，把妈送过来了。哼，那她把妈送过来，咱爸呢？我小妹说，爸妈我俩一人养一个，她把爸留下，把我妈送过来了。也好，那你赶快去给妈收拾个房间吧。哦，对了，妈的腰不好，你把床啊拖得舒服点。老公，谢谢你。去吧。嗯，来，妈，进屋坐。啊，坐，慢点啊。哎呦，妈，洗洗水，路上累了吧？别吃冰瓜。妈，晚上有事儿啥？我给你做。妈不挑食，你做啥妈都爱吃。那行，我做好了，我喊你，你先坐着。转身就是一辈子，你还等了上此与笑儿心不待，千万可别忘了走。爸，你可别怪我把妈送走了啊。妈呀，病殃殃的啥也干不了，也就你啊还算腿脚利索。以后你就跟着我和你家老二好好享清福啊。这可是我刚装修好的新房子，咱们进去。爸，你年纪大了不适合吃肉，午饭呀你就吃馒头吧。哎，你这身上脏兮兮的，臭烘的，吃饭吃去。去去去去去去。在老二家怎么样啊？好着呢。老二啊和女婿对我可好了，每天给我做好吃的，还不让我干活。老伴儿，我就是想你呀、啊。好想你，你说我们这是什么命？到了这个岁数还得要分开。老伴儿啊，我们俩恩爱一辈子了，这到老了老了，你就得分开了。我们
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我好想，好想你，我就是放心不下你。哎，真的好想，好想你。元浩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我想把咱爸也接回来一起住。你先别着急反驳我。你说咱爸咱妈吧，年岁大了，辛辛苦苦把你们姐妹俩养大，现在老了，反倒让两个老人分开了。我有的时候真想不通，你们姐妹两个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老公，我也想把爸接过来。但是咱家什么条件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真的怕这个开销太大了，而且咱家孩子现在也上中学了，这哪哪都要用钱，我真的怕咱们负担不起。怕什么呀，不是还有我呢吗？你的爸妈那就是我的爸妈。再说了，咱爸身体好，咱妈的身体你也看到了，你妹妹把你爸留下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想必在那边呢住的也不能太好。老婆，这常言道，生是福，天不来晚。这人一老啊，是需要陪伴的。咱爸妈呢，年轻的时候本来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你说现在老了，还让他们分隔两地，你忍心看他们伤心难过吗？老公，你说的对，我都听你的。嫁给你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走吧，老婆，接你爸去。走。嗯。妈，您看谁来了？老头子，老伴儿。你受委屈。哥，谢谢你了。妈，爸，您二位不用谢我，这说来也惭愧，这事儿都是王磊他拿的主意，还是您女婿孝顺，以后啊您二老就住在我们家不走了，我和王磊给您养老。女婿，爸，谢你，谢谢女婿。家人们，人世间最难报的就是父母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你们不要等到父母老去了才知道孝顺。你们觉得我说的？不着急的脚步。爸，我回来了。你这干什么呢？一大把年纪了，你犯什么错啊？害臊！我一不偷二不抢，有什么可害臊的？冬梅，冬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什么干什么呀？你看看他们两个，这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还搞什么黄昏恋？这要是说出去，我丢不丢人呐？你这什么思想？这老人需要的是什么呀？他需要的是陪伴。你能天天陪在爸身边吗？即使你能天天陪在爸身边，咱爸能像现在这么开心吗？你也看到了，咱爸跟王阿姨在一起，他们有多开心啊！再说了，他们两个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。这老伴儿，老伴儿说的就是老来伴儿。咱们两个一年才回来两三次，即使你给再多的钱，那也不如王阿姨陪在爸身边照顾他，明白吗？我不管，反正我就不同意他们两个在一起。哎，快快快快快，赶紧走！等会儿回去晚了呀，家里啥东西都没有了。人家王阿姨不是那样的人，
他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看他呀就是别有用心，另有所图。等会回去了，我啥东西都不给他留。走啊，磨叽啥呢？啊，行行行行，走走走。人呢？人呢？你给我出来！这就是你说的，别有用心，另有所图。是这儿吗？好像是这儿。拿来我看看。嗯。应该是这儿。走吧，上去看看。嗯。快点快点快点。哎，等一下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哦，我什么都没拿，东西我都放在桌子上了。哦，你们等一下。就只有这个，这是被蚊虫咬的呀，嗯，长了这么大包包，你看你这皮肤，哎呦，别挠了，别挠了，你看，我给你准备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叫竹柏，也是驱蚊竹，是夏季可以驱除蚊虫的水培绿植，一年四季常青。你们。能把这个留下来给我吗？这是我跟你爸最后的念想。如果你们把它拿走了，我就一点想头都没了。妈！你叫我什么？以后您就是我亲妈。对呀妈，这以后啊我们给您养老。妈，走，我们回家。风歌唱里踏过千重浪，能留在爱人的胸。